年轻人就需要出去锻炼，你知道怎么对待疾病，你们更重要的知道怎么样对待不同的病人，更重要的知道怎么样对待各个方面的关系，如何使得你们的想法正确的想法他们能够接受。但时间久了，包括这些卫士啊、士兵啊，在宵禁，他们都是每个港口都有那个世界港口都有那些士兵，已经很认识我们了。然后每一次我们走过去，真的是每次都会给我们竖大拇指，也会经常大声喊 I love China， 对我们的工作还是非常认可的。